玉芳啊，原来也是矿镇的小庄主。哎，你面带笑容，迄就奇怪。今日敢是咱缘分的好日子，你为什么来安尼是？虽然是缘分拜堂好日子，但是你矿镇的威名，江湖自上哪能不知，哪能不晓？让我处处来到这个所在，所以是分的惊怕。以后咱是夫妻，一世人过到底，保证自中，娶到你林玉芳。你敢知影？今仔日这桩的婚姻是阮老爸做主，你阿娘嘛有同意，啊，起码我靠在老爹，应该尽孝苦大。这是你我都要尽孝苦长大。这是夫妻事业无奈。老公，我不应该求你的帮啊！该言该言，虽然你我头一次见，但是你我感情应该慢慢来培养。要不然呢，富贵先求成，若闭门下定了后，死后陪伴。可以可以，我来。我跟你斗争不了，今天你竟然丢出我亲戚啊！董伯花这样。你也要害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好运当天不当好我亲戚啊，好苦啊万困在心肝，命天逼出你的性命，不能家里来安度平安。我心内真痛，伊的言语刺痛我的心，今天喜事来办成，你怎会我却倒来无认高官，那你是用啥有所思？